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大家好，我是沙克科技的行销经理 Phoebe， 很荣幸有机会参与这次的日台交流活动。我们是一间制作深度 SEO 优化的网站公司，更以使用者体验为优先，教导品牌主如何经营网站，撰写出 Google 和消费者都想看的内容。而根据 State Counter 调查指出， Google Chrome 在全球的市占率已高达 67%，在台湾，大约有90%的网友每天使用 Google 搜寻，而在日本，也是超过了70%的网友会使用 Google 找寻资料。这代表着，当搜寻行为已经充斥在现代生活中，帮助业主的网站更容易出现在 Google 第一页，更是提升业绩的关键。那么，想执行 SEO 第一步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发现，当台湾企业主想做 SEO 时，第一个时间会找的就是 SEO 公司，但是大部分的 SEO 公司提供的是纯顾问的服务。当顾问指出网站上的问题时，许多业主原先的网站并没有将 SEO 考量进去，这会导致网站无法修改，甚至是要重新制作的状况。因此，沙克以技术服务起家，于2014年正式成立。在深厚的软体开发经验下，我们不使用开源软体，自主研发了一套网站系统。就像图片所示，每一个客户都会有基本的网站功能，但是能依照商业逻辑来客制化你们需要的功能。更棒的是，在沙克改善自己的网站时，只要一个按键就能将客户的网站升级至最新版本，而这些都包含在我们每年网站维护的方案中，也让我们与客户成为同一艘船上的伙伴。如此一来，即便过了10年，网站仍旧会保持在最新的状态。而我们提供了3种方案，包含基本的品牌官网，适合 B2B 企业的产品询价网站，以及适合线上交易的电商网站。一旦成为我们的客户，就会有专属的 LINE 群组，能够及时回应使用上的问题。而在网站制作的同时，我们也会优先提供产品上架及文案撰写的教学文件，并由专人辅导业主上架内容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也会开通 Google 的数据分析工具，帮助业主在经营网站的过程中随时掌握关键字的排名成效，更有效地分配数位行销资源。而除了教学文件之外呢，我们每年也会开设实体课程，由知名的讲师或是沙克团队的顾问来分享如何做好 SEO 优化，以及提升品牌曝光的技巧。许多客户经由实体的课程，也在经营官网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。而自2014年以来，我们已经服务了近百间企业进行数位转型。 SEO 优化解决了地域和时间性的问题，让想做外销的品牌随时随地都能更容易的被消费者找到。而我们的客户更是横跨了软体、机械、食品、美容、民生用品等产业，在网站架设的6个月内就能明显感受到流量的成长。这次我们希望媒合的对象包含想提升网络曝光的品牌业主，也欢迎 SEO 顾问公司、数位广告公司、品牌设计公司以及软体开发或数据公司进一步合作。我们拥有与日商 MarsFlag 的合作经验，将他们的系统串接在我们的网站中，成功提供网站内更进阶的搜寻功能。我们知道在日本的 SEO 产业竞争更激烈，需要考量的语义问题更复杂，因此也需要日本的伙伴协助我们打造更适合日本市场的网站系统，帮助想要做外销的台湾或是日本企业都能拥有更坚实的地基。如果您对台湾的 SEO 产业现况或是我们的商业模式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与我们联系，期待与您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谢谢您。